听说你刚被咬啊？嗯。我看一下哪里。咪咪脚为什么要咬你？你跟他抢食物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跟我好偷的去抢他的食物。需不需要去打狂猫病呢？我来质问一下咪咪脚。你在做什么？他姐姐要咬吗？为什么你要咬姐姐？需要我帮你吗？你为什么一直看外面？你该不会先发情了吧？真的哦？对不起啊，现在没办法把你孩子割掉啊。这时候怎么办？有人可以教我吗？猫咪有它的需求，啊，我又是人类，而且我是公的。你怎么了？哎，医生不是说那个吗？公猫是全年在发情的，只要附近有母猫的味道的话，它就会那个。那你把我当成一只母猫吧，你这样很痛苦啦，下来好不好？我把那个绳子用一下，把它剪掉好不好？为了它安全，先把咪咪酱，对不起，我可以满足你所有的要求，但唯独这一点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看，我性感了。我们一起看风景好了，不要看它是母猫 ，OK 吗？而且如果真的跟母猫配了种，那小朋友会有猫艾滋呢，这样会害了更多无辜生命呢，就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，好不好？我去找个玩具跟你玩，走。只要大家盘起上，你看，你有姐姐，姐姐还要喂你吃饲料，哎，那你倒太多了吧？哈哈，你一块两倍分，你不是得那么多吗？好，姐姐喂你吃哦。乖，坐下，坐下，这里，咪咪，咪咪，这里。就记得跟姐姐道歉哦，好不好？她也不是故意的啊，她现在身体不舒服，因为不能结扎，医生说的。咪，来，我们来吃药哦。还好哦。自从把它捡回来之后，好像每天都叫它一次。你真的太幸运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为了躲雨到我们家的，好可爱哦！来，走吧，我们去吃药了。维他补血营养滴剂，来这里。你好。咪啊咪啊，吃好吃的，要不要吃这个？看，好乖哦，两星星。下午能吃就跑过来了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医生说你红血球没有进步，吃吃看。填铁剂吧。对。棒哦，只要身体快快好哦，不要浪费，这很贵呢。幸福吗？得那么乖啊？你应该是要野心一点啊。其实他今天有被我发现，他今天好像有偷偷的爬到那个窗子上面去，然后还不小心掉下来。咪咪很棒，长肉肉了，好棒。妈妈最喜欢看你睡觉的时候了。他睡觉好可爱，他的头看脚变成 U 型，然后手在这边。你妈妈想帮他买一个比较大的。他是变成 U 型，那边会蹦起来。咪咪酱乖哦，嘿嘿，抓错人，抓错人了。露露嗨，喵喵，这回太大只了。觉得爸爸，你不是有那个毛毛虫吗？是拿出来了吗？嗯，是小米可以做的弟弟，母子母子。那什么东西？毛毛虫啊，蚕宝宝。我喜欢吧，我手要过来了。喵，你玩别的了？就是那是要给你的。你就是不愿意做，我帮你做的，把我抓住就对了。到处都可以抓。好棒啊，好棒哦。猫咪喜欢挤在一个地方的那种感觉。那不就是你先起来休息了吗？它可能在闻黄色椅子的味道吧。好，三方开门吧。开门，开门。他上厕所啦。好，我就打扰他啦。好，那安心的是他，没有任务要来了。接下来你有什么吩咐？我马上可以做哈。你的任务来了，铲屎官。知道了，等他一起离开车子吧。还大便的哦。好，还是你要放里面，忘记啊。不要吐在。